我的实力可以讲到八点，好，没关系，只要大家有时间，好，那要继续讲下去，有一个问题，刚刚听不到吗？我好，你不吧，够可怜，没关系，老师，你现在跟他讲就好。如果要从早上开始铺陈下来讲，可能接下去时间又到了。那、如果从中间讲，早上那些没有讲到很可惜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接下去讲了哈。有想到早上的再跟各位报告。这是周董哈、讲到眉毛，少年一轮眉，老来一抱须，少年就是看爸爸。老白，咱看足侪物件吼，看你的家庭资源，看你的肝功能，看你的肺功能，看你的理财，看你的理财，还有看你的情缘，很多哈。光一个眉毛，我在台居美妆的等那一个陈董邀请我去跟他们的彩妆师讲眉毛，像这样泡泡的一直打上去，一直讲两个小时眉毛，这样可以学起来。那眉毛要推印，这个要推开，命宫要推开。命宫若退愈开，事业做愈大。你感觉看迄个目头角角的头髻，中央的官员，无哦吼，这个退愈开，至少男生标准要两指以上。然后眉尾要聚，眉尾要收起来要聚，这一点很重要，选男朋友很重要，眉尾要聚啊。聚就会理财啊，眉尾聚要就会理财。我们的眉毛应该长毛的是眉尾，不应该长毛的是眉头。所以你想看眉毛很浓，啊，两个眉毛很近，不足一指弧，啊，这样我就是压牙哈，再配合他的额头没有高宽凸，鼻窄，发际线不是锯齿状哦，那个是孤儿。有可能是遗孤之相哦，退印居额要尾居要根尖都要有彩。什么叫有彩？不能像地沟油那样那种黑，眉毛都黑色的，要像那个毛笔字哦，哎，刮刮啊，像要那种黑，有光亮的彩，那是好的眉形的眉毛的颜色。然后要长仰，眉毛要有男生要有角度。大概15度之内，过三分之二要见眉峰，然后再下来，这样叫做有个性、有理想。